大娘有二心，不能留了。票，你跟大家伙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钟伟哥哥真想知道，总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吧？对啊，好。老大是谁？雷震天的私生子。 安排在我身边，我一直就是知道，不拆穿他。哼，大哥是雷震天的眼线。 倘若把他赶走，还不知道雷震天又耍什么花招。与其那样，不如身边留一个知根知底的奸细。这样的利用大哥，可以随时掌握雷震天的动向，又可以利用大哥来误导雷震天。 直到把他送上断头台，是这样吗？只说对了一半，另一半呢？知道吗，平儿？从小到大，我宠你比宠月明还厉害。 你大娘经常骂我呀，说我分不清亲疏，其实是她糊涂了。我是想让你做兄弟当中的那只出头鸟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和老大互相妒忌，你们就会互相牵制。 这就会让我看清山寨当中每个人的嘴脸。您就是为了这个。 潜在的危险，也绝不能容忍。但我更讨厌没有对手的感觉，这会让我很空虚。雷震天死后，就是萧长虹，我利用了他和他侄女之间的恩怨。 灭了他，后来我又利用你的死，煽动九山十八寨，剿灭了赵振江。接下来要死的人就是朱大旺了，我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就是一个土匪全部的生活。 不是我杀了他们，就是他们杀了我。你我之间也一样，我没能杀了你，该你杀我了。您说对了。
慢点，别烫着。我欠那娘们儿的，该还了。我有把柄在他手上握着，他和日本人串通一气，想逼我投降。甭说日本人，谁也别想做我长大当家的主。今天的事儿，不要告诉月明，还有云姑娘，不能让她当寡妇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，按道理说，片儿不该接受天龙斋。可事已至此，没有办法，片儿只能这么做。中伟哥哥愿意留下，片儿高兴；愿意走，片儿也不勉强。啊，片儿，我信你。我们也信你，我们也信你。对，我们大家都信你。那片儿就谢谢各位哥哥了。为什么非要这样？儿子。如果有一天，你飘哥用枪指着我的头，你帮谁？到底怎么了？
为什么非要弄成这样？政委哥哥，爹娘总有万般不是，也是爹娘。他们的死是天龙寨的家丑，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，我不能让外人看我们天龙寨的笑话。再有，这个事儿谁都不能跟月明讲，这也是爹的遗愿。明白，明白了。片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们天龙寨的当家的，九山十八寨的总瓢把子，我们誓死追随，誓死追随。多谢各位哥哥，谢谢，让弟兄哭丧，不许听。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放心跟大娘的走吧，放心跟大娘的走吧，大娘，大娘，放心跟大娘走吧，走吧，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大去哪儿了？一个晚上，
娘也没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都不管？还想干嘛？发丧。发丧。娘。张才明、牛桂花停棺一天之后，票带领九山十八寨众人为两人发丧。那日里，天龙寨漫山飞舞着纸钱，张月明的声音都喊哑了，票却是一言不发，甚至看不出他的悲喜。但是萧桂英知道，票心中的伤痛不会比任何一个人少。一个想要远离江湖的人，却偏偏因为情义二字，对养育了自己二十几年的亲人做了最最无情的事，从而被卷入江湖仇杀的漩涡之中。当天夜里，陆秋云带着聂双慧偷偷下山，不料半道之上却遭遇了票儿的毒计。出嫁的时候拿出来。送给你。照顾好自己。Thank you.
我记得也是在这个地方，爹曾经问我，如果有一天你用枪指着他，我会帮谁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情愿是个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可是这一切都晚了。再也回不去了。月明，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。是爹给我起的，他希望我超越他。可是今天，仇人在我面前，我连开枪的勇气都没有，我怎么超越他？我是个废物，我是个废物！我对不起爹娘，我对不起他。老十三，你听我说，爹娘死了，我很难过。我答应他们要好好照顾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咱们天龙寨的大当家的。你闭嘴！你可怜我，今天杀不了你，我认了。可是你记住了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回来，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月明，从今天起，你我兄弟缘尽于此。你怎么来了？凤池他们担心你，让我来看看。天龙寨从来没这么冷清过。张才明的天龙寨是冷清了，可是片儿的天龙寨还没热闹起来呢。九山十八寨的人都在传，说片儿
杀父弑母，心硬如铁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只听你的。谭总，林子轩的资料都在这里了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还真有。说说。大革命那会儿，他在广州女医师范读书，和黄埔的一个学生兵相好。北伐那会儿，这个学生兵冲锋陷阵，表现突出，颇得上司赏识，可谓是前途无量啊。他们俩约好，北伐胜利之后就结婚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北伐胜利了，清党就开始了。啊，这个林子轩啊，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清共言论。那个军官奉命去清剿共党，两个人走的不是一条路，渐渐的也就疏远了。行了行了，说重点。再后来，他去欧洲读书，回国之后，不知道怎么就来到定州这么个小地方了。你这消息从哪来的？可靠吗？学堂的房东，他偷偷看过林子轩的日记。日记？嗯。日记呢？好像后来被林子轩给烧了。嗯，他的话可信吗？嗨，这个票啊，和林子轩当初戏弄过他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非得整出点事儿来让他们好看。他还告诉我，说进步学堂里有不少和林子轩来往非常密切的师生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印刷间里忙活。也不知道忙什么鬼名堂，哎，说不定前段时间的那个小册子就和他们有关。行啊，这剿匪剿匪，剿了半天，倒是把共产党跟土匪搅和到一块儿。那团座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多给那个房东一点好处。让他把学校那边的事儿给我盯紧了。至于那个林子轩吧，把他留着，不怕票儿他跟我这儿闹，明白吗？是。牛桂花下的毒。难怪你要逼他自杀。不是我要逼他。是爹的意思。我原以为爹会嘱咐我放过大娘，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。你为什么都不告诉张月明呢？嗨，骨肉相残，夫妻残杀，已经是人伦悲剧了。那说什么呀？说了也是多一份痛苦和难堪。何必呢？你这个傻子！聪明人啊，容易心累。好在我在你面前还能当个傻子。哎，爷。啊！燕儿，啊，这个聚厅来了一位先生，非要见你。先生，啊，来人。是俱乐部的调酒师。那个时候，萧桂英不知道林子轩的真实身份，也不知道这个调酒师就是他在定州城中的上级。当调酒师嘴里不断地冒出林子轩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萧桂英的情感战胜了他的理智，他觉得烦躁、
无比的烦躁。马焕生已经去过俱乐部几次，而且带人搜查了学堂和子璇的住处，就连他常去的地方没有一处是放过的。看来冯天书已经开始怀疑他了，所以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，决定转移我们的人。你们什么组织啊？青帮还是红帮啊？哎，林子轩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林子轩是因为我身处险境，你们现在受到威胁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管。如果不是情况特殊的话，我也不会冒昧的打扰阁下了。他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哎，爷，这个事你帮帮我呗。爷只帮九山十八寨的人。你不是也说过吗？不愿意看着他不好。爷说过。我想想。哎，原话是这么说的：爷让你来保证，不能让他有事儿。这跟爷没关系。那我要以九山十八寨的总瓢把子身份命令你呢？命令我？你命令个试试？我知道你心啊。知道个屁！林子轩跟我是朋友，我帮他是出于江湖道义，我最想娶的人是你。姬成了，啊！我们离开了天龙寨，票已经是大人大量放了我们一马，我应该感恩戴德是吗？我没有那么想，大哥，票哥已经放咱们走了，就一定不会再为难咱们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昨天晚上走了一夜的路。你在车里面不说话，也不笑，你心里后悔了？我没有。是不是想回去找票？我真的没有。大哥，我从小就没了爹娘，天龙寨就是我的家，是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。现在说走就走，我心里肯定是舍不得的。再说。爹和大娘突然就没了，我只有当女儿的都没能最后送他们一程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？不过我不后悔，我答应过你，就是再苦再难我都要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去天涯海角。大哥，我是你的人，大哥，从今往后，咱们俩就相依为命。只有你了，以后你别再说那些让人揪心的话，咱们好好过日子好吗？好。相依为命过日子。
票写信告知冯连书，九山十八寨大事已定，请他带人上山驻防，并就红利分成之事进行商议。好，老子的宝啊，这回总算是押对了。那票揪出了奸细，他不但抓到了奸细，还干掉了张才明，赶走了大太保和十三太保，当上了九山十八寨新的总票霸子。他可真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再厉害也逃不出老子的掌心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土匪毕竟是土匪，怎么能和团座相提并论呢？蒋官，带上所有的人马，准备跟我上山。是。哎，团座，不一块带着林子轩上山啊？你怎么那么蠢啊？带什么带啊？老子把他扣在这儿，以防万一。哎，那您要是不带着他去，那拿什么和票谈判呢？拿林子轩跟他谈。老子要让票知道，我想怎么谈就怎么谈。马营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在这给我看住林子轩，出什么差错，我要你的命。是。江湖向何处？正道是归宿。